第一名可是有机会去意大利的著名艺术院校学习服装设计的机会，而且还有全额的奖学金拿，你会去吗？嗯，我当然会去啊。红果，可能接下来几年内你都不会再国内度情人节了。今天你能和我出去约会吗？ 干嘛？华仔，今天晚上能不能陪我过情人节啊？对不起，我有约会了。哎，等等，那你什么时候约会完，我可以等你啊？你最好不要等我，到明早我都没空。哎，好好的情人节又要出去拍节目。 情人节大家都去约会，哪有人会在家看电视？喂，我是林杰，你是？哦，怎么了？谢谢真与我见面。 把手机给我。我送你的礼物呢？他毕竟是你爸爸。 听说你在向阳卫视工作，你希望我怎么补偿你啊？怎么补偿？给我香榭吗？那我不能全部给你，但是我可以。你以为这是上市场买肉啊？东切一片，西切一块的。随口说说，你真给我还不要呢？哎呀，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愿意借我的事业。 我跟谢非凡不一样，我不需要补偿。你没欠我什么。过去我不知道你的存在，现在不同了，因为你毕竟是我的儿子。我是我妈的儿子。我很抱歉，无论对你还是对你母亲，我从来都不希望伤害你们。 人总是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任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公开你的身份。我不要，当谢雷震的儿子，并不会使我更开心。我是林杰，我是我自己。我今天之所以会来，纯粹是想解开我多年来的好奇心，并不是来要求什么。我和我妈都希望。 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，也不想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所以就让这个秘密放在我们心底吧。爸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我最后一次叫你。
高兴你让我在这辈子有机会说出这个字。多保重。这第二支烟花代表我爱五岁时的身体，当别人还在妈妈怀抱里撒娇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学着跟着大人一起做家务。我要把你失去的童年还给你，把玩具还给你，把布娃娃还给你，夺走你手上的抹布和扫把。沈江，我爱你的艰辛和坎坷。哎，表哥，你的布局已经完成了吧？差不多。太谦虚了，明明已经十拿九稳的事儿了，还讲得这么保守。这段时间你联合了几个股东，用了那么多代理人，不断的在市场上收购湘西的股票，谢雷正恐怕还在为股票的升值而洋洋得意呢。我算过了，我现在的股份很有可能超过谢雷正，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可是你还有凌莲这张王牌啊。哼，凌莲会不会出席还是个未知数。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啊，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事儿要跟你商量。哎，你看你现在这样子啊，就跟当年你跟雷震分手时候一个样子。你看看你们俩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是雷震，那是谁呀？哎，你说话呀，你要急死我呀。哎呀，真是，你说你挺聪明挺剔透的一个人，你怎么就在感情的事上搞不清楚呢？我本来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经看得很开了，爱与不爱都可以很自在很潇洒，没想到我错了。早知道还要再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真的不应该回来。要我说呀，你就是傻，以为自己什么事情都看得开，就跟你那儿子一样，表面上看什么事情都看得开，其实呢什么事情都看不开。哎，那不然你干嘛在国外躲那么多年都不回来？我跟你说啊，感情这事儿吧，他就是像我染那个布，你只要给他染上颜色了，就怎么都去不掉。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男人，有一点你要记住，不能再逃避了。你说逃避他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你能逃得了一时，能逃得了一辈子吗？你能逃得过别人，能逃得过你自己？十百千万，十万，已经549000多了。你没刷新，我这已经552000了。哎，你们也在听蔷薇吗？我都听了一下午了，要不是一个 IP 地址只能刷一次，我就刷它个1000次。我的 MSN 上面已经有5个人发链接给我了，这应该算是今年情人节最轰动的事情了。白总监，你也关注这件事儿啊？这就是情人节的摩登潮流，而且我关注这首歌也是因为它好听嘛。对啊对啊，是吧？是啊是啊，我听了好几遍了已经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想说什么？
在办公室也不方便说。那要在哪儿说？你们两个有什么话要说，就当面说啊。这第三支烟花，代表武爱十三岁时的神情。为了孤儿院的孩子，你和高中男生打架，好几次偷偷的去卖血，你还在寒冷的冬天跳进结冰的河水，差点因为急性肺炎死去。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孤儿院的孩子。沈强，我爱你的义气和热血。拒绝我了，但我还是想要把礼物给你。这是我花一个晚上做的，是我第一次送出的情人节礼物。你也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孩子。再过不久，我就要离开这里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想，我一定很想念，很想念这里的一切，很想念你。想念你在天台放飞我的梦想，想念我们一起做过的很多企划，想念沙子慢慢注入我与同事的样子，想念你买很贵的便当给我吃。菲菲，最后该抱我一下吗？虽然我在这个情人节失去了你，但至少可以留下一个拥抱。的美丽彩虹，好多话想对你说，我却一而再而三的言不由衷。最痛的时候放手，这段爱才不会被遗忘。放手不舍心中那些曾盛开过的花朵，留恋于不要走，我需要你留在我的身边。你彩虹，好多话想对你说，就在这个专属于角落。大哥哥给您女朋友买束花吧。大哥哥给您女朋友买束花吧，你看这花多好看呀。我不是他女朋友。多少钱一束？10块钱一束。10块钱。嗯。
谢谢。情人节快乐。谢谢。一直不愿意接受你，是因为我在认识你了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渺小，多么脆弱。其实一起来，我一直都不敢承认，原来我的内心是那么的压抑，那么的自卑。从小我就一直力图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，因为我家里条件比别人好，我没有理由去失败的。我成功了，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很完美，可事实并不是这样。我不仅眼睛有色弱，我的心里更脆弱。我的世界是灰色的，因为我从来都不敢去接受任何的失败。直到我遇上了你，你就像一面镜子，让我看到了我没有的勇气、热情，还有活力。表面上一直都是我在帮你，可事实上是我越来越依赖你。这才是真实的我。你应该不喜欢这样的我吧。怎么会那么优秀，那么善良，而且抱着最无私、最了不起的理想？这些都是我崇拜你、敬重你的原因。你现在跟我讲那么多，只是让我更了解你、更爱你而已。这第四枝烟花代表我爱二十岁时的沈强，那时你正深爱着月翔，而月翔也深爱着你。你最美好的岁月沉浸在一场恋爱中，我能看到你在那些日子里像鲜花一样的盛开，像烟火一样的绽放。我看到他为你戴上指环，你们在蓝天白云下拥抱，
羡慕蓝天，我嫉妒白云。沈翔，我爱你的纯洁和深情。我跟你爸爸决定了，我们呀就挑莎莎做我们的媳妇儿。妈，莎莎平常不是这么乖巧的女孩，她既任性又骄纵的。那正因为她是这样的女孩，愿意为了你到咱们家来做这苦差事，那说明她是真心的喜欢你。你呀，应该好好的珍惜她才对啊。可是妈，你想过没有？莎莎是个模特，她只注重外表和金钱。你觉得他会真心喜欢我吗？那我和你爸爸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们还能看错啊？莎莎要真是为了钱，你以为他会到我们家杀鸡卖烧饼还睡在厨房啊？我了解莎莎，她只在乎钱，任何人只要有钱她都会喜欢的。妈，我想通了，我已经不爱莎莎了。小学生，你在哪里？我东西要送你。什么东西？见了面再说。可是我现在有点忙，而且我今天晚一点回去。你在哪里？我跟非凡在一起。喂？喂？父亲竟然是谢雷震，同父异母的兄弟是谢非凡，真的好像在做梦。我从小就被笑没有父亲，我妈就说，别人都有你就要，那是不是别人做坏事你要做坏事？我觉得你妈说的不对，每个孩子都需要父亲。我从小就习惯没有父亲的生活，也只过得很开心。直到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活。就算你是谢雷震的儿子又怎么样？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你，就是林姐，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删除全部留言。留言已全部删除。
再见。第五只烟花，要是我还现在的身强，我相信今天全世界都在想着我为你唱过的情歌。我对着我深爱的音乐发誓，我对着100万个证人发誓，我这一生会全心全意的去爱你。就算全世界的山被推平，全世界的树被砍倒，我对你的爱永远也不会变。我爱你的过去，我爱你的现在，更爱你的未来。盛开过的花朵，留恋以后刹那间的美丽彩虹。把这镜头拍下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对不对，温雪？云姐。嗯。无法想象没有红果的生活。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跟红果比？你对其他那些女人都要比对我好得多。你为什么连一个吻都不愿意给我？你难道一点都不在意我吗？错了，我在意你，不然我只会跟你玩玩。有没有伤害你，我才不管。好多话想对你说，如果你愿让我陪你到最后，如果你愿让我陪你到最后。冻结成纪念，在心中悄悄画了界限。没有你的夜，天空是素夜。转身闭上眼，默默祷告下一个再见了。
伯父伯母。再见了。信封寄不出也收不回，任性的告别少一点坚决，故事的情节来不及全改变，告诉我要怎么回到从前，眼泪代替挥手微笑带过。今天谢谢你，不过我还是不能答应你。尽管你给了我一个十分美好独一无二的情人节礼物，但是一年内情人节只有这么一天，而且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应该默默依靠，平淡相守。我不知道这一切你能不能给我。我会向你证明的。那小陈呢？你已经忘记他了吗？我一直都没有忘记小陈。我也知道你心里有着月香，但是我可以等你。如果要花一辈子时间去等，用一辈子去等，我也不怕。就让天气跟随雨后，也许是否如果不曾拥有一个人一双手。现在你还是要走吗？其实我每多踏出一步，我心里就会越来越难过。我常在想，为什么老天爷非要我在你和梦想之间做出一个选择？红果，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吗？你的人生已经不是你的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了，而是我们的。我们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能不能听一下我的意见？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懵懵懂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心只想要进香榭工作，我就觉得还满足了。可是现在不一样，我现在想要做更多，我想要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。这次的机会很难得。我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可是两个人相爱就是应该互相付出的。你知道我为了你，我可以付出一切的，所以我也请求你为我做出一点牺牲好吗？可是这是我的梦想。你的梦想就跟我无关吗？跟你有关，就是因为跟你有关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配得上你的女人，所以我才想要出国深造。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我只希望你可以留下来陪着我。你知道吗？从我认识你到今天，我慢慢的发现，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你了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过不了关，
个热热闹闹的情人节，有笑容，更多的是泪水。晚安非凡，林杰安文学，华仔安莎莎，晴天安沈江，谁都没有走在一起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是个让人永远都忘不了的情人节。花仔，我知道你已经不喜欢我了，这是我自作自受，怪不得你。谢谢你喜欢过我，还有为我做过的一切。再见。几世几世都不完，有一种爱不在曾为我们存在，最初的真爱，你是我的女孩，就让爱不在我心里的未来，只为你留一块空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做的菜有那么难吃吗？你们都干嘛呢？不会啊，很好吃。嗯，很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嗯啊。算了，别吃了，我也吃不下去了。这些书给你借很久了，也该还你了。给我吧。你要出去了？我正想去找你呢，有样东西想给你。这个是给你的，打开看看吧。这款式设计还有这个材质简直是不可思议。这是意大利著名的婚纱设计师阿巴口亲手缝制的，你要没有穿上它看看是否合身。你的意思是真的吗？这是你为我准备的？红果，留下来吧，穿上这件婚纱，做我的新娘好吗？